刚刚不是有一则那个有一个对夫妻，好，等一下，先给叔叔回应，先回应一下他，谢谢，那个我们要谢谢结束了，再回应，谢谢，我觉得他觉得他不适合他就。
一个新闻，就说算最惨痛，因为现在的候选人觉得，因为现在台湾的人民离婚率太高了，其实候选人就是最羡慕就是两一对夫妻牵着手，很大的夫妻牵着手的照片，然后被后学最沉醉那种照片，被觉得没有感觉，对对，因为觉得在现在的社会里面，这算是很正向的。但是有情有义，然后真的能够牵手，对，是夫妻本是同僚，当然。应该觉得或许是应该是不应该发生的事情。好，谢谢，来鼓励三下。来，让听到来，不要说出他最近应该印象深刻的一些的新闻。还有吗？什么都好，好不好？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什么医药啊、体育啊、美容啊、化妆啊、保养啊，这些都可以。瘦身啊，还有吗？或是什么影剧、新闻啊，都可以。好，来，请。或许昨天看到一则新闻，就是有一间早餐店，他卖那个馒头，而里面是假乳品。我觉得这样就是没有道德，然后去违背社会。好，谢谢。来，鼓励三下。来，请简述于一下。来，请。你是觉得这样做很要羞？哈哈哈哈哈哈！那个是感觉啦，那个感觉哈，那个感觉。那你转换一下，就是简述于一。简述。把刚刚讲重点讲出来。没有错，你刚刚说他也觉得很要羞，他跟你讲。然后回他刚才讲什么？把他讲的重点能够讲给他听，等于是重点的讲给他本人。来，再试试看，再举手。来，试试看。我觉得他会危害社会。可以说。跟他讲，就是告诉当事人，你会怎么把你刚听到的简述于一边看。你不觉得这样做会危害社会吗？等一下，等一下，请现在是马上当场。你觉得那种人会危害社会吗？对不对？你是在跟钢琴家一个人打的吗？对，就干嘛？这个好像变成是两个人在对话，无论在对话。那现在你是辅导员，对不对？那你听到，你刚刚听到什么？你刚刚听到他讲这件事情吗？对对对对对，他讲的重点是解决，用最简单的话来表达。你刚把你刚听到的说出来就可以。满脑子都是嘟咪东西。好，所以你刚刚讲的那个其实就是经过你自己的思考之后，然后你跟他做的一个讨论或者对话，对不对啊？那所以这也是你的一个价值观啊。但是呢，比如说我们尽量，就是我们这面镜子在反应的时候，我们尽量这面镜子是明亮的，上面尽量不要先有我们自己的一些东西在上面，否则照出来的就是失真的，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好，所以尽量先把我们自己放空，我们就用同理心的方式，把我们听到的说出来就好，没有听到的暂时先不说，暂时不要去加油添醋。来，请先坐，谢谢。刚刚是不是说有人利用早餐点附在卖毒品？哎，对，好，来鼓励三下。好，来，还有没有？好，来，请。听到的开始。
好，那再来再征求一位，讲那个讲一个社会新闻。社会新闻。啊，这次哈，对不起，二学要求这样讲长一点。啊。因为大家都太慈悲，讲很短，对不对？那像我们练习一下，讲长一点。那个，或者前几天有看到一则那个社会新闻，就是有一个人开了一个道。他不是那个应该算道场之类的哈、哦，他也吃素哦，吃了长期吃素，但是他那个利用那个道场掩护，也有卖毒品，也有卖枪，然后好笑的是警察去抓到的时候，他还用那个像我们这个手势，他比手势想要那个驱，就是说想要让自己请仙火帮忙，让自己平安度过逃过这样。然后那个新闻就写说有够离谱了啊、哦！他那个标题是说哦，警察来啊，给伸手进来给我啊，然后就比那个手势啊，这样离谱啊，不然太夸张了。好，谢谢，鼓励三下。好，来结束语义。那刚刚讲什么重点？夸张，对不对？你觉得怎么这个事情这么夸张？
好，既然警察来抓他的时候，他还用那种方式想要来逃避警察的那一种啊，那种逮捕的行动啊，这是不是一种同理心的一个回应？好，所以你会发现到，你觉得夸张，那个就是一种情绪质疑啊，因为他刚讲的那些东西嘛，你结束语音讲出来，因为你觉得这个是。因为你觉得那个人怎么样？警察来抓他，他还是这一点。这样或许讲可以理解吗？可以吗？好，那我们就以这个呢，我们来做一下练习哈。那这个公式呢，或许你们可以抄起来。好，当我们还在初步练习的阶段的时候，我们把这个公式套进去，你觉得怎样？好，因为怎样。好，我们来看这个哈，这个当事人啊，刚从学校毕业，然后呢，他正在找工作，刚接到面谈通知呢，他说我恐怕这次的面谈又不会成功了，会像以前几次一样又没有希望了。好，所以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他的感觉是什么，他的情绪是什么？担心。他的情绪是担心的。担心，有点自暴自弃，对不对？还没有做就已经好像决定不成功，所以那种担心的成分是蛮大的，对不对？好，假设他有点担心，好，然后呢，来，我们就用刚刚那个把它套进来，你觉得怎样？你觉得担心，因为怎样？因为你怕面试不会成功，因为你怕又跟以前一样面试会失败，对不对？好，我们再整理一遍哈。你觉得很担心，因为你觉得很担心害怕，啊，因为你害怕这个面试呢又跟以前一样会失败，或是不会成功。好，这样可以吗？可以吗？好，那我们再练习一下。当事人说，其实我已经长大了，可是爸爸妈妈老是把我当小孩子看，什么事都要过问，都要盘查。我知道他们是关心我啊，但是我很想自己试试看，闯闯看啊。请问这个孩子他的情绪感觉是什么？郁闷、无奈。好，还有什么？有志男生，他的感觉是什么？无奈，无言，好，没关系，好，就是说我们可以尽量去试。好，假设他的感觉是无奈，好，那我们要怎么回应他？你觉得无奈，因为爸爸妈妈老是把我当小孩子看。好像都对了，好，选一个，两个耳朵啊，听到很多声音，不过感觉大家都很认真。好，那您觉得无奈这样的一个情绪感觉，能够真正的形容到这个孩子的感受吗？好像还不够，对不对？因为你把后面的那个他讲的这段加上去，不是真正无奈的感觉，对不对？那是什么样的感觉？觉得郁闷，对，郁闷啊，觉得郁闷，哎，好像就更接近，对不对？啊，你觉得郁闷，你觉得很苦恼，是不是？啊，你觉得郁闷，觉得苦恼，因为怎样？因为爸妈把我当小孩看，这是不是他要表达的意思？对不对？哎，这很好，对不对？好，很棒。还有呢，还有其他说法？有些不容易哦，对不对？好了，还有吗？你觉得很生气。你觉得很生气。爸妈又把你当小
爸妈非常想看大陆的什么啊？好，好，还有没有其他想法？或许觉得大家讲的都很好，看到没有？好，避免让大家脑筋打，大家还在想吗？还有呼吸吗？好，现在试试看。好，没有，下一条。好，都是赌博害的我。原本只是为了打发时间小赌一下，没有想到越陷越深，如今不但钱输光了，还欠了一屁股债。如果那时候听朋友的劝告就好了。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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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说说看，你觉得？觉得好，你觉得好？因为没有听朋友劝告，对不对？哎，很棒哦，哎，大家很棒。好，来，那这个还有没有其他不一样的声音？你好，好，我还在念高中，但是我发现。男朋友又并不见面，我也不敢告诉父母或朋友，我到底该怎么办才好？这样你觉得无助？觉得无助，然后呢？因为怀孕了。不知道该怎么办，对不对？好，再重新整理一下，你觉得？
他说我恐怕这次的面谈又不会通过，像以往几次一样又没有希望了。好，第一个辅导员的反应是，不会的，要有信心才会成功。请问这是不是同理心？是。啊，为什么？没有想到对方的感觉。没有想到对方的感觉，对不对？然后呢，也没有显出一种同理心，他好像在安慰他一样，对不对？好，所以这是同理心，不是。所以安慰是不是同理心？安慰不是的，哈。好，第二个，振作起来吧，别这样悲观，我相信你能够应付得很好。跟第一个是差不多一样的，对不对？啊，不过他的态度是比较好，他还不一样的意思啊。好，第三个，你担心你会再次的失败，担心你会再次的失败，没有讲到原因，没有讲到原因，好吗？你担心是不是就是情绪？再次的失败，就是他讲的那个内容，对不对？好，你为什么不去找有过面谈成功经验的人谈谈呢？也许你能够知道一些窍门。这是转换的啊，我都觉得他对，他是给建议，对不对？给建议，但是有没有讲到他的情绪？没有。有没有讲到他讲话的重点？没有。他只是给建议，对不对？那我不建议这么早就给建议了，好，对不对？我是希望说能够多听听看他的一个心情啊，然后他的一些内在的一些故事啊，那去帮助他做一个整理。好，再来，一位结婚哈很多年的太太，她对辅导员说：“我不了解我们为什么老是争吵，我们似乎无法在一起商量任何事情。”好，再讲一遍哈。一位结婚很多年的太太对辅导员说：“我不了解我们为何老是争吵，就是她跟她先生的哈，我们似乎无法在一起商量任何事情。”好，第一个辅导员反应是：“请你们多谈谈一些你们相处。”是不是？是，对不对？好，第二个，所有结婚的夫妻都会有争吵的，你不要太紧张。我这边安慰，对不对？很好，现在哥姐已经能够分辨了啊。经常的争吵让你害怕，你担心你们的关系会有所改变。对。你们为什么适合争吵呢？这个也是问题。这是一个问题，但是他不是同理心啊。你们也许要有些改变，不要老是做一些例行的工作，比方说出去吃饭啊，或去看看电影啊，做一些过家家。太厉害了！随着争吵次数的增加，你开始怀疑夫妻共同商量解决事情的能力。随着次数争吵的增加。开始怀疑夫妻共同商量解决事情的能力。老师复选，有复选，对不对？所以这个也不错，对不对？因为他开始会怀疑，对不对？因为他们次数争吵次数已经增加了，所以他已经怀疑他们夫妻在一起能不能讨论事情。好，大家真的很厉害，那我这样先讲。好，讲到这边，各位姐有没有什么问题？好，我们做一下分组的练习，好不好？做一下分组的练习，我们一样三个一组。来，我们先重新分组，好了，来先举起你的右手。好，然后三个一组，找到主力的方向。发生在很久以前。那也没关系，或者是现在正在发生，现在进行式都 OK。前提是您自己认为这个事情可以说。如果你觉得这个事情你不希望让别人知道，那要不要讲？就不要讲了，好不好？好，好，那每个人再去想一件自己这个事情。好，然后来，请一号举手，一号。一号。好，那我一号先说了，来，请放下。二号举手。好，二号呢要听一号说，可是二号你要说一下什么反应。二号，你听他讲完之后。
节的回忆，最好，好不好？好，然后三号举手，三号你就当观察员，那你就去注意到一号讲的这些内容，那二号的一个回忆，哎，是不是能够有做到专注倾听、同理心，好不好？这样可以吗？好，那我们每一个人讲多久？两分钟、三分钟。Thank you.
会很尴尬嘛。啊，那所以大卫的前弦跟爵士手，那表示呢，各前弦都比较能够掌握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那后面有什么困难的地方？后面有什么困难的地方？或是你当观察员的时候，你有观察到什么吗？你当观察员的时候，你有观察到什么？观察到要将主题点为什么？因为我们先这边先暂停一下哈，先听一下可以停一下的话。因为我会觉得说人的起心动念也是很多，如果我们要倾听一位是他比较长的时候，往后那个心有的时候都会跑出去，因为自己没有办法专注的。啊，对，自己有的时候就是没有办法专注，所以要做到专注倾听，也是要训练的。这是一个问题。对。然后去想了解一下，其他有现在的问题，就是好像没有办法长时间听一个人讲，就是很容易分心的，对不对？对对对，有没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有。好，来看一下。所以会这种感觉起来抓不住重点，是不是？所以对方讲了一大串，会讲很多，那我就不知道他的重点是什么。对。好，所以这的确会遇到这个问题。好，所以呢，或许觉得说，我们一开始练习的时候，那我们尽量能够，就像刚刚我们前举的那些新闻事件，如果说那个故事都很短的时候，我们就比较容易知道对方在讲什么。如果他在叙述的长一点的时候，你就听得到后面完全都忘了，或是专心想要去想前面讲的，后面根本就听不到，会这样子，对不对？那这是一个正常的情况。好，然后觉得真的这是正常的情况，因为我们不习惯做这样的一个练习。好，所以或许就觉得说，只要我们常练习了，那都是从比较短的那个事件开始。好，那或许就有一个小小的技巧，比如说你觉得你大概整个提出1分钟是2分钟的长度的内容，那再长大概后面你这讲再多我听不到的，好，或者就分析的时候，那你可以有点小技巧，就是说比如说1-2分钟你觉得你的限度已经快到的时候，你可以有技巧的跟他说，等一下，是可以先做一下整理，我把我刚刚听到的说一下，那你看看听到的是你所讲的呀，对不对？那一方面你在整理的时候，你就去做到什么，其实就做到简述一点的，那你也可以把你所听到对方的包含的情感啊情绪的字眼，你也都可以把对方的感受表达出来，那这个有很多好处，一个就是避免你分心的。好，那一方面是你表达出来，对方也会觉得他一定会停的，啊，他也会觉得你很棒，你都有认真在听我讲话，而且呢，你都还会把我讲的话再把重点整理一次，对不对？那所以或许会觉得这样的一个分割对你是有好处的，对初学者来讲也是有帮助的，因为我们听太长，真的重点不容易抓到，啊，那这样或许觉得是可以。这样对你的压力也比较小一点，那这样子一段一段听，那你就知道对方在讲些什么内容。因为我也很怕说，听了这么多，可是听到的都不是对方所讲的，都变成是自己的认为，那就不好。来，还有没有？所以这一段哈，或许刚提到，趁各位在讨论的时候，也写一下哈。什么是同理心？或许觉得同理心的另外一个意义就是做一面镜子。做谁的镜子？做对方的镜子，对不对？好，我们把自己摆在对方前面，当他的镜子。所以，当他讲出一些什么话，他有什么样的情绪感觉的时候，我们这面镜子很忠实的，注意哦，很忠实的反应给他，对不对？如果呢，他在照镜子的时候，照的是这样子，如果你反射回去，可以这样子吗？可以这样子吗？不行，对不对？他照的时候是这样子。那你们反射回去就给他这样，就不要多余的东西出来，不要加油添醋。好，
那如果说他照镜子的时候是这样，他表情是这样子，那你可以反射回去的时候可以这样子吗？或是谁高兴做什么动作，这样不对，对不对？好，所以呢，我们当一面镜子就是要能够完整的把对方的用对方的观点，要用对方，不管他才是大人，他跟他讲话的时候，我们先站在对方的观点去想一想，他到底要表达的是什么，对不对？他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他是什么样的情绪？那我们这样子呢，我们把它呈现出来的时候，才能够帮助对方澄清或是了解他自己的问题在哪里。好像或许讲可以吗？好，好，那所以其实众生啊，既然是众生，就是众念重生嘛。啊，大家包括我们都一样，都有很多的念头，很多的念想。好，那其实我们修道办到就是怎么样能够置心一处。对不对？怎么样尽量把那个念头念念都能够回归到中庸正道，对不对？啊，那当然这是不容易的，因为要保持二六十中很难。啊，但是我们总是也会有清明的时候嘛。啊，那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把我们清明的时间，它的一小段一小段清明的时间，能够尽量让它累积，变成就变成一条线。啊，当然不容易，可是呢，这是我们可以去努力的方向。所以后学也觉得说，其实，新闻跟我们讲说，众生是无可怪罪的。好，后学刚听到这句话，觉得很震撼。为什么新闻会讲这句话？众生是无可怪罪的。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大家都还是人类的，是不是？啊，所以不是，并不是他不想改，并不是他听不进去我们的话，并不是他故意跟我们唱反调。而事实上，仙佛说你不知道，虽然说我们这么近的在讲话，可是中间有多少无形的因缘挡住，所以好像你觉得他听得到，可是事实上他不见得听得到，或者是他听到的就不是你所讲的那个东西。好，所以众生是不可怪罪的，所以也因为这样子，我们是能够多了更多的包容，用更大的爱心，用更大的耐心来去带领这一群年轻的孩子、年轻的朋友。啊，就像仙佛菩萨他带领着我们大家一样，对不对？虽然说他没有现身，可是我绝对相信，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多少诸天仙佛菩萨慈悲的护持，对不对？我们才能够很平安的在这里。啊，就像或许在刚才吃晚餐的时候也。很高兴听到那个刘良师就讲述我们紫明宫之前的一些这个不可思议的事情啊。就说听说我们紫明宫还保有一颗玉印，各位知道吗？那个玉印怎么来的？小小的一个玉印，或许没看到，好，但是良师说现在还保留的。如果你有兴趣，可以听说那一颗玉印是，不是跟你谁卡点的？一个你飞过来，自己飞过来的，啊，那它有一段历史的。至于说它怎么飞过来的，或许就卖给观众，请两句告诉各位前贤好了。那听说那个飞过来的时候是用一块黄金包着的，然后呢，那时候听说在楼下架了三层的那个桌子叠上去，因为听说要接什么什么接纸还是接什么接宝物，那大家也不知道接什么啊。那就很恭敬的，然后在那个楼下的架起来，也请三层桌子。结果呢，就有人看到，有人真正的看到那个东西，然后就从哪里开始飞，就飞到这边来，然后就一道光的那种感觉了，那就飞到，就刚好飞到那个桌子上，很多人都看到了啊。然后呢，就听说就把那个东西拿下来之后，拿开一看，原来是一块玉印，然后那个包的黄金啊，马上就虚无就飞走了，他就使命达成，他就回去交代，使命必达，对对对。所以你看，我们看起来好像平凡无奇的一个，也没有飞龙飙壁的那种建筑，对不对？可是确实给我们众生修行一个很好的场所。好，那这样的一个地方看似平凡无奇，可是却有多少不可思议的因缘在里面。对不对？就像我们楼下为什么碰碰五
及大义。他有他的一个过去的因缘背景啊，那我就觉得，如果我们能够去了解的话，其实会觉得哇，真的是很感动。那我也觉得今天来这边也觉得很感动，能够听到这样的一个一段的历史故事。那好，所以时间也差不多了啊。那我也再次感谢各位先贤啊，也给后学一个学讲的一个机会。好，那也很抱歉啊，或许个人对于这样的一个专注情境处理期所学的所体会的也是有限，好，那能够说的大概有这些，好，那如果大家说的讲出了不一样的地方，还请各位学员多多包涵。那各位学员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来先说？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好，已经知道接着要做什么啊？今天讲的是一个技术的部分啊，就是我们跟人往后是可以这样的一个互动，可以这样的练习。那我们有时候要去帮人，不见得说真的就是要去帮他什么。其实我们用同理心的方式去跟人家谈话，其实对方或许他的问题就可以这样理解。好，就算没有办法这样子。至少可不可以改善我们跟他的一个互动的关系，这是可以的啊。因为我们要跟孩子建立，我们要去带孩子，其实孩子很重要的是除了东西好玩啊，然后食物好吃之外，故事好听之外，他跟辅导员的相处是不是能够很融洽，他是不是很愿意能够跟辅导员在一起，这也是一个关键。好，所以呢，或许觉得我们辅导员学的这些技术，其实就是怎么样能够去改善我们跟孩子之间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回到刚刚的，所以专注倾听同理心，其实就是我们能够慢慢去靠近他的世界，而他尽量不要再筑起一道厚厚的围墙，把我们挡在他的外面。好，所以这是专注倾听。那同理心呢，是当我们靠近他之后还不够，我们还希望能够进入他的内心世界去了解他。就像刚刚我们最后那个练习，科学为什么会去发布呢？对，还想继续再造，有没有那种感觉？这个就是什么？因为我们用了这样的一个技术之后，会让对方产生一种被信赖、被接纳、被接纳的感觉，对不对？那种被接纳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如果能够接纳孩子，孩子更能够信任我，所以他愿意来佛堂，好，他愿意来我们道学培育班，他来的动机就会更强。好，是这样子。那当然这个关系建立，就当然后续我们对他的问题有一些了解，更深的认识之后，当然我们是不是就比较知道怎么样来对他采取下一个辅导的一个步骤或是方式。所以是这样的，这样的一个意思在。所以我喜欢是觉得说，我们不用急，我们就是花一段时间把这个专注倾听啊、同理心的一个技巧，我们练习了一些熟练之后，就像我们要去打球，打球之前要先练基本功，基本动作要练，要对不对？很多球员在练基本功的时候，他是不练，或者他觉得我已经会了，干嘛练这些东西？对不对？可事实上，那些基本功底子越扎实的人，他上场的表现就可以越好。相反的，那些基本功不好的人，他可能觉得他是天才型的球员，上场就能够怎样，可是往往这些人就是失败的。所以我们现在练的这些就是什么基本功。对，那等到你练得纯熟之后，或许你就知道，接下来该怎么练。举手，这样可以吗？好，还有其他问题？对我们今天所讲的还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好，那或许就感谢大家，好，那或许再次深深感谢自己的不会讲错别人的地方上面的一些准备先生，请讲师请超市讲师之类的工作，再请各位请多多包涵，谢谢大家。